走了，出发了哈，赏月。今天我们去赏月去。劳动公园的电视塔。嗨，大嫂，你看那吃呢，看啊，真好看。哎，咱来正是时候啊。走丢了。慢点走，你俩。下面播放星海广场音乐喷泉。来了，马上又来了哈，大哥。一，喷泉水池较深。这旁边是那个星海什么大桥？什么大桥啊？星海湾。星海湾大桥。以免造成环境污染。跨海大桥。喷泉设备损。大哥，哎呦我的天哪！你这逮着，这逮着你就唠啊！啊！我干哪里地去了？我们。啊，还放呢！这晚上夜景是挺好，太冷了。回家。这个目前是最高的。这是我大侄子，隆重介绍一下子，姓徐，名宗实，这性格老宗实了。我们点点，这是小串儿，还有啥都有啊。这是猪
猪尾巴，猪尾巴和猪蹄子，这个那个的，看啥好吃一会儿再点。对，愿意吃哪样？这是个金枪鱼，这是个牛舌，烤个生蚝啊。萝卜，这给我先搞这儿，那我给你倒一个不多的。少来还不点？这个杯底小。这个杯子也小。啊。给我干满缸。咱仨就二两的，就是来缸吧，满缸吧。二两。我就喝多了。一两半。我能喝，就喝多了。妈，正好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今天过节啊，8月15和中秋节。祝大家节日快乐，哈！祝大家节日快乐，完了之后，我们就是白天在家吃的牛肉馅饺子，完了之后晚上上那个星海广场看那个喷泉去了。完了，我大哥还走丢了，家好不容易找回来。得回是脖子上有块记呀，要不然找不着的。晚上吃点烤串，喝点这个小白酒，好像度数挺高。这过节给我老爸自个儿扔家了，这也不好意思。我们过年的时候还能再重新再聚一下子哈。爸就等过年。嗯，一会儿跟老爸视个频。视个频去。开饭呢？开饭。开饭。来，整一个。整一个，我妈还整一个。啊。小徐子没有。节日快乐。那个对，节日快乐，大家。快乐。今天。哎，牛舌，牛舌，这家老嫩了，这家伙。这不是生蚝啊？生蚝。啊。生蚝，他们是叫海蛎子。你们两个吗？你还问？你还问？我看他那牙像。你妈是问谁都能有吗？自己咬东西，人家咬不动。妈，你吃这个吗？你尝尝。我尝了，那个硬。硬啊。那拉倒。我这个就剩我这一个了啊！我就搂不得了。那你这个吃啥？吃啥？哎，你整出来是香啊！嗯，你好。哎呀，你要三张。啊。能吃两个吗？能。那是买一送一，是不是？对。啊。29.9一张，买一张送一张。那你这买一张。你这弄三张还差一张。三张不送一张，四张对。啊，你在外面喝着，他给你先打就跟他了。啊，先打一张呗，买一送一。再打一张。啊，你来吧，你就来吧，来一会儿，等一会儿人家来。来，你来吧。我大哥刚才把车送回去了，车都送回去了，离家近，就在家门口。咱过节，大嫂，高高兴兴的。来，咱们呀，先分路。先热呀，啊，先热呀。人家有那么大？我从来没这么喝过啊。哎，你这等吧，来，大哥，妈，坐上吧。还有一家呢。妈，咱们喝点这些。不是你先摆着，喝不了没事。我妈现在还喝不了酒，你孙子能喝酒就替你喝。这是，这个是海螺，海螺。烤海螺。烤海螺，海肠，真没吃过这玩意儿，这真没吃过。哎呀，刚好咬不好。嗯。是不是？这玩意儿有点啥可能就是这。嗯。干了。干了。干了，来。老嫂没有了。我没有了。我妈没了，我觉得喝得快。哎，这一缸子也不少。干了啊！干了。下一个。哎呀！这奶都不干了。快点的，来。一袋就是。干一个。一袋。干是别干的，别干的。干不了。这慢慢喝，这干这干好了。
别给你奶倒了，给你奶一会儿灌醉了。有点倒，你说你咋还露瓶呢？这玩意儿不是关键吧？你这酒太好，你知道吧？起沫儿，我平时在家倒酒这么倒，他也不起沫儿啊，是不是？好事吗？吃了吗？哎呀，牛舌软乎啊，能吃吃牙口行，能吃一点。吃多少呢？来来来，干干。要不然你说老妹儿咱俩？哎，咱俩是不是？这亲哥的。这亲哥的。哎，但是体型方面吧，一看就不是亲哥俩。体型不像，对，体型不像，性格各方面像。性格大连常见，关注一下啊。又来一把干啥？没喝多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人家没准给掐去，哎、这玩意儿说不好的玩意儿。哎，这段我绝对不掐，咋的？得给我大哥点面子。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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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妹来我就高兴了。干呐，你还搁这捅咕啥干呐？这哥俩，哎呀，这哥俩能者多劳，来，能者多劳，来我来我给你接一下吧。行行来啊，这行，这行。行什么行？来。失忆。完，在家老伴他妈来了，就是高兴，高兴啊！我拿早喝茶了，我先高兴。来，喝一个。来，媳妇儿，必须给我分担了。那必须的。你这有媳妇儿，关键派上用场了哈。我这老哥一个，你没人用啊。继续倒满，你别倒满，你跟老妹儿来。老妹儿剩下我的，我倒满了之后，我的倒满之后，然后给老妹儿，不给妈倒了哈。媳妇儿给我的呗，是这意思吗？我得辛苦咱嫂子，我们亲嫂子，亲嫂子不用谢。来，干，干，不干。来一口，来一口的。就我说的干，就是来一口。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给我儿子去看看了啊。哎，这辣根挺冲啊，是吧？比咱家的冲。嗯。干了。跟朋友。喝自杀干了，我大哥现在没少喝。来干杯，我喝的干杯了，跟大家干杯了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今天确实没少喝。四个大杯子，哎呀，关键吧，我跟你说，他是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，我给你买二送二，是不是、啊？好了，今天呢就到这里了。那个今天是国庆节和双休节，因为我们的视频吧是第二天发的，完了之后这里呢也，祝大家节日快乐。祝大家节日快乐！如果有喜欢我们的，请帮忙评论、转发、点赞、关注，还没唠嗑哈。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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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今天有点喝多了，关注我大连常见啊！哎呦我的天！拜拜。都干懵了，到家了哈，前面就到家了。今天下雨，赶上过节下雨。